什么破电视啊，这除了找工作就是相亲找对象，就没点正经玩意儿。我去，涛哥呀，你到底要看什么台呀？你这不停的按，我都迷路了。他还问吗？他想看泳装嫩模轻薄透。哦，这我就是想看看评书联播，知道吗？哎呦我天哪，涛哥，评书联播这是啥年代呀？哪个台还播评书联播呀？土不土？什么叫评书联播土？啊，我告诉你，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，历史悠久，文化渊源。涛哥啊，现在啊就是市场经济啊，没有市场早晚得被淘汰。你也不懂，那评书的魅力，那是它的前景是一眼两眼三眼都望不到头的。评书有啥魅力啊？一个人站那得不得得不得没完没了，咱们凡人的磨磨唧唧。什么叫凡人磨唧？那听评书，你不能光听内容，知道吗？你们不会听，这听评书得吧的滋味。咱就说那个萧飞啊，萧飞骑着自行车来到了第一道卡子口，嘟，人呢？哦，恭喜成功啊，大大发财啊！年儿，拜猫呢？不是啊，涛哥，我有这么个事儿啊。你看这个，我呢现在是身负重任，就想把这评书啊传承下去啊，所以就想收个徒。徒弟这事儿，哎，小年儿，你感兴趣吧？哎呀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。行啊，不学就不学吧。其实呢，我要收徒，一个是想把评书艺术传承弘扬，再有一点呢，就是想把师傅留给我这块醒目啊传下去。别看它小，这是正经八百的海南黄花梨呀、啊，按说怎么也值个十几万吧。哎呀，醒目啊醒目啊，你是没遇到有缘人呐。话说萧飞骑着自行车来到了第一道卡子口，别动，哎，手再高点，手指头回去。哎呀，涛哥，涛哥，你这怎么还唉声叹气的呢？我呀，我是睹物思人，想起了我的师傅。涛哥，我猜的没错的话，这个青桃木是不是就你师傅送给您的呀？嗯。我们说书啊跟他叫醒目。我跟你说，我师父一共有两件宝贝。啊，两件，一个是石头啊，现在呢已经被改成了电视剧本，叫木鱼石的传说。还有呢就是这块木头。那个涛哥，那个你能不能把这个木头送给我，我去改编个电影。这个送给你啊。师父有命啊，只传本门弟子。师父，师父，哎，师父，师父，这么激动，哎呀，为师太感动了。这样，不要着急，改天师父挑良辰择吉日再行拜师礼，那个时候仪式上再给更有意义啊。师父，听话啊，那就这样吧，啊，再见，再见啊，哎。涛哥，哎，涛哥，你要收徒弟啊？啊，可不嘛！你说我一说要收徒，这大伙儿知道了，社会知名人士啊，高富帅呀、啊，全都要来找着报名，还怪呢！一顺水是男的，全都钻石王老五。哎呀，你说比例失调，这不行啊！我将来想抱我徒孙都不行。所以说呀，这涛哥啊，你把我收了呗，跟我学评书啊。评书啊太土了。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告诉你涛哥，评书啊那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。评书没市场啊，没前景，就该怎么可能啊？你想一想，评书啊就他的市场那是一眼望不到头啊。没意思，就那么一段翻来覆去的磨叽来磨叽去的。涛哥，评书说的不光是要听他的内容，
主要是品他那个滋味儿。话说，肖飞骑着自行车来到了第一道卡子口。停！哎，别动啊！手高点儿，收腹挺胸，抬头提臀。哎，再来点！哎，准备准备。同志们，著名评书表演艺术人涛哥收徒仪式现在开始，下面有请三位新弟子向师傅行拜师礼。一拜天地！哎呀，你一拜天地跟我俩有啥关系啊？你怎么主持的？这婚礼活接多了，再来。那个要一鞠躬，二鞠躬，三鞠躬，家属打理。白活了呢？我就照片呢。那个进行下一项，三位弟子向师傅敬茶，敬茶。师傅，请喝茶。好的，好的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下一项，有请我们的证婚人讲话，掌声有请。什么叫证婚人？那叫见证人，咱们行家叫银宝带。哎，都差不多。沙院长来。涛哥呢，是我们院里的老人了。他今天呢能和三位弟子拜把子，一结金兰，不仅是涛哥的姓氏，更是评书界的姓氏啊！衷心的祝愿你们师徒四人啊，克服一切艰难险阻，早日取得真经。感谢大院长这个高三不着两的讲话啊！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恩师这个涛哥讲话，涛哥讲话。那为师就讲几句啊。其实呢，我们评书这儿这门里讲究辈分，你们这辈儿啊，犯果字。涛哥，我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就是我给他们赐名啊，他们每个人的名字里面都要有一个果字。哦，哎，那啥意思？我叫王果宁啊。对，我的意思，张果豆。对，就这么个意思。那好的，接下来呢，就让我们有请王果宁、果子狸、张果豆登台献艺，掌声。话说，萧飞骑着自行车来到了第一道卡子口。不是，那个你们俩都说完了，我说什么呢？站地方不对。来，不行，换个地方。来。话说，萧飞骑着自行车来到了第一道卡子口。我感觉你故意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来，换个地方。来，预备。话说，萧飞来到了第一道卡子口。这都太欺负人了，你们搞不搞笑？不就是两句话吗？今天我再多教你们几句，我来一段。呀，涛哥出马了，掌声欢迎。看好了啊，为师今天跟你们来一段啊，不仅有两句，而且有三句啊。说萧飞啊，话说萧飞骑着自行车来到，我这醒目裂了，我师傅你还睡着呢啊，裂没事，回头我再去淘宝那家我熟。哎，话说萧飞骑着自行车来到了第一道卡子口，完全由伪军把守，全副